阿克，叫，叫，阿克，叫，叫，叫，阿克，叫，叫，阿克，叫，叫，马克吓退了。今天呢，等一会儿就送马克去那个宠物托运，今天他就要走了。抱出来了。马克这是意识到他要走了，不出笼了。舍不得走啊。这不出笼了。大家好，我是金阳，今天就将那个小马克给他新主人发过去。这不把他俩给放出来，让他俩在院里再跑一跑，玩一会儿，顺便一会儿让拉克去送那个小马克，先让他在院里跑跑。来吧，陪你儿子好好玩一会儿，别动我了。撵他去，马克。先别晃头，让你儿子咬上。哎呦！你拿着小马克还不咬呢，你没发现？来，马克，咬咬咬咬！哎呀！哎呀！他想从他妈这个嘴边咬。我撒开了啊！你看没？哎，你一撒开它就粘着咬了。开始了吧？急了！小马哥急了。好了，让你儿子玩玩吧，你别玩了，让你儿子玩，听见没？你坐着，进来吧。看刚才这个马克陪这个拉菲玩的时候，你看看那个镜头，后来都急了，冲着拉菲还咬呢，叫呢，在这。马克，给你妈玩会儿吧，啊。别扒我了，你赶紧给他帮他咬去，去去去去去咬，去吧，玩会儿。哎，玩会儿，咱们就去赶车了啊，好吧，行吗？
他嘴快，你手快也没他嘴快。实际这个三角带挺好的，磨牙。他们对玩的同时也能磨磨牙，这还咬不烂，这个咬的也有那个嚼头，根本就咬不烂这个。马克，马克，啊，吃啥呢？赶紧，就开始逃了吧！你在这儿过来，来，拉开，吐，对，给他要过来。咬，烫头了。走吧，小马克，找你的新主人去吧。把衣服也穿走吧，省得路上冷。行，你穿啥？过来。小马克不想走。回来。他不想走吗？你看拉开着急了。拉开特别想送那个马克一程。让拉开跟着吧，他俩在笼子里边不冷的。嗯。马克，拉开。下车吧。也没尿也没拉，那别让拉开下车。下了吧，没事。他那屋里有狗，你再。打不起来。下了吧，拉开下去吧。走，拉开，走。过来，别往马卵跑喽。先进笼子里吧，省得往马路上跑。脚。拉开吃吧，你一会儿晕车。来，热，人数呀？少呗。少点，给到盆里吃吧，给他到盆里吃啊。拉开。送到这个宠物托运这儿了，刚才拆膜的时候，这个拉菲还在旁边在那看呢，这是干什么呢？肯定在心里想，好，让他安全的能到达这儿，再一个就是到达新主人那里，快乐的成长。好了，咱们也回去了，走，拉菲，走吧，拉菲。
还找小马克呢。